好歡迎大家嚇，日日都有人嗌我徐富添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今日算係好斯文㗎啦。不過通常嗌徐富嗰啲，你我有徐嘅，淨係要咗我條褲，又係好 hurt。今日好多朋友嚟係因為今日嘅題目係叫做兒童不宜，係咪啊？拍手掌啊！邊啲人係咁嚟？對唔住，我會令你哋失望。因為今日呢個 show 真係叫做兒童不宜嘅原因，主要因為佢係一個非常學術性嘅 show。咁其實我會同大家討論嘅主題係唔適合兒童嘅，因為係呢個量子嘅力學。講笑啫嚇，係講生物學。今日我會介紹大家認識一條非常危險嘅鏈，呢條鏈叫做食物鏈，喺周生生係買唔到啊。OK， 麥當勞有得賣，我諗其實大家都知道咩叫食物鏈㗎啦嚇。我哋呢個地球就係一條食物鏈，所有嘅生物都喺呢條鏈嘅裏面，鏈嘅下層就俾鏈嘅上層食，一層一層咁樣鏈上去嘅啊，食物鏈。咁但係乜嘢食乜嘢係非常複雜。好彩我哋有生物學嘅權威鬥壽棋。拍手掌呢啲人係有識之士嚇，你唔知鬥壽棋係乜？你係冇知識。鬥壽棋係差啲攞咗1982年嘅諾貝爾獎啊！不過當年好可惜係輸咗俾飛行棋嘅。大家知道 OK？ 鬥壽棋話俾我哋聽，食物鏈係點樣安排㗎？食物鏈嘅最低層就係老鼠 ，OK？ 老鼠之下係冇第二動物㗎。你見到咩小強啊啲嗰啲唔係動物，嗰啲係植物 ，OK？ 老鼠。是被貓食 ,ok? 然後呢狗又食貓 ,ok? 所以我們贊成大家是貓狗一起養的。就你邊人不記得買狗糧不緊要啊，有隻貓貓啊 ,ok? 跟住豹是食狗，老虎是食豹，而獅子是食老虎，最後大笨象就食獅子。是沒錯，大笨象是食獅子的啊。你唔知啊？你而家明白大笨象嗰兩隻牙係要嚟做咩啊？撐住獅子啦 ，barbecue 啊！個象鼻要嚟做咩？搽蜜糖啊 ！OK， 咁大家知道動物界嘅食物鏈係點樣？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人類又有人類嘅食物鏈噶嘛？人類嘅食物鏈咧係簡單好多啦，只係分為三層嘅啫。最底層係毛產。中層是中產，頂層冚家產，是絕無不敬的成分。因為這些頂層的人物真是他全家，不是田產房產就是地產，真是名副其實。